一次呢，这牛仔外套是薄款，而且它是弹力的，整件弹力布料，所以跟那种牛仔面料穿起来不一样。而且呢，我们第一次出深色的弹力。来，我们这一次的牛仔外套做的并不小件，有没有看到夹口、肩膀这边都是多余的布料？你要想哦，妞妞已经来到 M 号了，所以呢不用担心。牛仔外套真的太好看了，这个刷色真的是太牛仔了。真的，我很大推大家买，而且非常非常的修身。里面呢，再冷的话都可以加长袖，因为它就是弹力，而且夹口肩膀的地方都不会很小，你不用担心你要举手要做什么都不会不舒服，这是妞妞可以跟大家保证的哟。而且它还可以这样，帅气感。你看它领，它虽然是软料，可是它的领子非常非常的挺。外套没有分尺寸，因为它是弹力的，它不是像我们之前那个，而且它都是做比较大的夹口啊，到 XL 会再合一点，但是到 L 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